成哥的金鱼儿子为什么只剩两条了？下午比赛出门之前还是三条的。你看错了吧？不能，你自己看。赶紧想招，要不然等成哥回来，你和大饼都要被灭口。你看，这怎么样？你觉得成哥是傻子吗？他说不定压根儿就看不见呢。这颜色都不一样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成哥，你儿子自己乱吃东西，把自己撑死了，我帮你毁尸灭迹。仔细想想，还没好好谢谢成哥的教育之恩呢。教育意义之深，犹如我的再生父母之恩。成哥这么宅心仁厚，心慈如菩萨，对万物生灵都充满爱。遵守自然界因果法则，遵守食物链弱肉强食的规律。朋友，说人话。我的猫遵守大自然弱肉强食的规律，吃了你的鱼。我错了。乐观点。你这么想想，说不定是你的金鱼儿子长翅膀飞走了。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，鲲之大，一锅炖不下。